旅游 2.0 轻盈进化论。以前想出国旅游，大家能选择的方式不多，翻翻报纸广告或直接打电话问旅行社是绝大多数人会做的决定。不仅资讯不丰富，价格更是不透明，出国玩也都是走马看花的跟团旅游。后来啊，旅行社开始异化，网络购买让价格变透明，不喜欢跟团的人也多了自由行的选择。可惜还不能立即订购确认，选择也有限。线上旅行社的与时俱进，可立即确认订购，不需等待回复，大幅提高了购买速度，但行程安排的自由度依然不能尽如己意。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，人们的购买习惯持续改变，行动装置问世后，随时随地都能买东西，旅游也是一样。不管是机票还是订房，价格透明，手续方便，及时入住，马上订，马上走。现在易游网结合超过100,000笔资料，推出全台唯一的饭店评鉴 Easy 看 APP， 让消费者能查看并分享住宿经验。这些没有人为操作的真实意见，让你随手掌握全球热门饭店的评鉴，还可以立即订购。此外，易游网更将旅游的元素拆解成各式零件，却保留一站化服务的便利。以可自主打包的旅行概念，领先推出高铁订房 2.0 服务，不用被套装行程约束，可自由选择高铁班次与想入住的饭店，且有千万种组合方式。不仅订购方便，更 easy， 更省时。比起分开订购，最高还可省20%。新旅行定义，从订购开始更轻盈。旅游 2.0 时代，交通住宿好打理，当地旅游好自主，购买流程好 easy。幸福新旅行，由自己做主。Easy Travel 易游网。